好，本期我们一块来看下这个新武器《终结者》啊，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给我提供的账号，但是最后呢，我还是决定用我这个赞助的账号了，因为他这边是联通区，很多人给我介绍都是电信区啊，太卡，所以说直接选择这边这个赞助啊，也真是土豪是吧？一出来接着就买了。好了，我们这样先来商城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新武器的属性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，来看一下35发子弹，然后先看一下介绍。大幅提升对变异体的伤害，挑战模式下的伤害增加。原型为无壳，这不看了。来看一下它跟这个上一个版本的这个新武器 M249 狂蟒比较一下，会发现获取威力、穿透、射速啊，这应该是个步枪吧？35发子弹应该是步枪。我们跟步枪比啊，我们跟步枪比，跟这个AK 啊，AK 比一下啊，威力肯定是没有 AK 的。然后。啊，算了，我们去看实战吧。其实这些属性并无卵用。好了，我们去看，对，然并卵，我们去看实战操作啊。属性说的再好，也不如这个体验啊。好了，我们进入了一场这个终极变异，然后地图是这个异变禁区。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武器的外观啊，还是非常霸气的，但是我感觉好像不是很好看啊，不是很好看。这个枪的外形跟那个 CF 的有一把叫 TA 什么什么的有点像，然后这个右键可以放大啊，也可以这样啊，这个。啊，就跟那个 XM8 啊那样，就是右键放大，这样这个，看起来好帅。开玩笑，这可是人民币玩家专用的。好了，这个很准啊，中间这个红点很准，我操，感觉哇，好像很带劲是吧？很带劲。感觉小时候玩机关枪。啊，这个枪是个，这应该是个步枪啊。好啊，这个从天而降，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个小僵尸有点呆萌。好，这个武器的右键呢，放大，其实没有必要啊，其实不放大也很准。好，可以看到威力非常非常大，这个有个变异加成，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那个，挑战模式里面也有一个加成啊。有，这边发生大灾变啊，不得了了，赶紧上来躲着躲一躲啊！大家看到这个左下角的这个血清和弹夹标志也有一些小变化啊。怎么了？呀，突然一刀好啊，把他带走了。怎么了？挺好的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没事，现学嘛。哎呀，你这挂机的，哎呀，打死他干啥？啊，这个弹夹，哎，大家看这个弹夹很有意思，弹夹竟然放在前边，哇，他直接把头给拆了，看没有？哎，这个枪好奇葩呀，是吧？这个换弹的时候，这个弹夹竟然放在前边，啊，从未见过这种丧心病狂的设计。好了，看看大胖，这大胖就要出事了啊！你这就要玩火。哎，他发现我了啊！哎呀呵，竟然把打死了！这些小僵尸怎么感觉这么呆萌啊？他们这，你看，这都我打他都不回头看我是吧？啊，又死了。好，那终极时刻就这么来了啊！真是无聊，这就变了，是吧？这就变了，没意思。咱们刺激刺激，嘿，好啊，没事，我们有血清可以再作死一会儿。哎，发现大家会发现这一局是没有母体的，这一局没有母体，所以说为什么人类这么猖狂是吧？你像我。好了，这个人头是我的啊，不要抢。这人头是我的，不要抢。哪里跑？哇，这个小僵尸好可怜。好的，那我们收下这人头，第一回合就这么结束了。然后来到了第五回合，异变禁区这个图。哎，刚才有一个，刚才我儿子打了我一下。啊，我错了。你看新出的枪屌不屌？你看，终结者。这不是那个英雄武器了。不是英雄武器。哎呀，我变了。这枪。很久没做了，我这两天忙得要死，是不是？这两天老是学习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对不住我粉丝。哎呀，可以看到这个，我这个账号，我这赞助的账号，他所有的角色都有啊，所有的变异角色都有。既然终极变异，我们只要抓一个就能变回来了，就看一下哪个那种好抓，一个人躲的啊，一个人躲的就行。你像这个啊，这个就他就要死了。这里有一个，先从这里啊，从这里入手。找一个切入点，其实我感觉变异体更好用。好，从这边过来。哎呦，他看到我了，我以为他没看到我呢。好，等一会儿啊，不要急。哎呦，他要刀我了吗？他要刀我了，哎，他要刀我了，快下来刀我。哎，这个，你看这个人想法就没有我想的复杂。好了，我们再换一个，换这个缠绕体，缠绕体吐那个绿水儿啊，可以把他们。让他们用不了主武器。好了，就从这边上去，他没有看到我。哎，他这要死，他这要死。好了，赶紧变回来，非常及时。OK，
我会在这个好地方，这个地方不错啊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月饼手雷啊，月饼手雷，月饼啊，趁你吃月饼，咣！这个月饼手雷的属性是跟南瓜手雷一模一样的，也就是说是非常不错。因为南瓜手雷大家都知道是属性最好的一个，包括威力啊、射程啊都是最好的一个。啊，中间者确实好用啊。哎呀，我烦这种小僵尸。哎哎哎，好，被抓了。哎，怎么没有出英雄？这不科学啊！没有出英雄啊！对，这是终极变异的英雄是等时间。好了，那上一回合比较悲催啊、主要是变了个母体。来来，我们这次到这上面来啊。这个外观炫酷，哎，你还动，你这要变了，我擦！好，就不要诅咒别人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快死的时候呢，非常机智的变下角色，这个也是一个粉丝告诉我的。你还跑，哎，我跑不过他，不是吧？你跑这么快？好的，抓掉。就是如果你快没血的时候，你可以变一下角色啊，那么血立刻回满了。这个其实我原来是不知道的。哎，你这就要玩火。这就要玩火，好，把带走以后，这个裤衩也没有掉，这不错啊。那我们来这个笼子一躲，主要还是这个武器好用，确实好用。啊，其实，哎，不要躲这里，躲这张会作死的，因为这个笼子有两个出口。自从更新版本以后，就是换图了以后，这个有两个出口啊，有两个入口。哎，这个队友666，拿拳头刀了一个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着大胖子啊，哎，这大胖子也要死了。好。可以看到这个枪的枪身上画这个骷髅，也正是跟他这个枪名相对应啊，终结者就是六啊，就是六啊。不过这把枪如果打这个爆破，打团战爆破的话，应该不怎么样吧？哎呀，电脑开始卡了。好，差不多半分钟以后就好了。等一会儿，这电脑太烂了。这胖子啊，来，我们，哎呀，这么卡，好了，哎，恢复正常了。这个此地不宜久留啊，我决定先撤了。哎，被胖子盯上了，好，一个弹弓把他头给崩下来。那我们去上面躲着吧，这个地方还是不安全，毕竟有两个上的地方。好，这个母体发现我了，哎，看我单挑母体啊，看我跟母体单挑。嘿嘿嘿，哎呀，你打死他干啥？根据我们的装逼法则第一条，我们就是不变啊，就是不变。我不变，你服不服？哎，我就不变。我日啊！好，幸好非常及时啊。哎，要是刚才再强行装逼的话，估计就要这个什么了，就要作死了。好，正好变了以后呢，哎，好 ，OK， 这个先搞母体啊，擒贼先擒王，把母体打掉，然后 OK， 那这一局人类是稳胜了，哎，没有母体，其他的都是渣渣。好，获得胜利，人类获得胜利，我们获得了两次生存，来到第二名，现在是第七回合啊，我们继续来这个上面，这个地方其实，利用一下身法，刀僵尸非常容易，他们往上跳的时候，哎，不怎么抬头看你，哎，然后就趁机下去，照着脑袋就一刀。好了，我们没有变啊，没有变就放心了。好，来，哎，一看有个上钩了，这个就是待宰的羔羊啊！你看这个傻不拉几的，这一看就傻不拉几的，你还跟我绕，你还啊，没子弹了，嘿嘿嘿，小红啊，小红，哎、啊，他吓跑了，你看他一看就觉得自己不行，他觉得我会追，其实我不会追，啊，又来一个。先对付小的，先对付这种小的，再对付母体。哎呀呵，好，小红，吃上一刀。哎呀，你还，哎，有意思啊，你自己掉下去了啊，丢人，没出息。好，我们来了个大胖，哎，好，哎，那个小红跑了，他肯定会回来的，相信我。啊，这个母体不来行，我比较怕母体，母体血比较多，而且有那个护盾。哎呀，怎么说什么来什么？啊，好，这边这个小红来了啊，这个就是让他跑掉，这次不能让他再跑了。哎呦，我天哪！放我床上行了。啊，我又开始卡了啊。
哎，没子弹了啊！现在来，非常机智的捡一个，然后哎，捡着机智啊！哎呀，电脑太卡了啊！好，我们变了以后没有关系啊，继续找目标。这电脑现在平均三分钟卡一次，原来的话是十分钟卡一次，一次卡这个卡十几秒，现在是一分钟卡一次啊，然后一次呢卡十分钟。好，看，哎呀，没机会了，这一局没有机会了啊！来怼这个英雄啊，怼这个英雄。好了，母体一爪子把搂死啊，搂死，这边还有一个拿榴弹的，你说这是不是？好，为队友贡献了一拳。来，母体呢？来看看母体会不会玩？哎呦，666666！只见这个母体掏出自己的这个手枪啊，不对，那不是他手，那他爪子啊，掏出他的爪子，哇，他的爪子，他竟然用爪子这个啊，他竟然用爪子射这个什么，射激光，真的是太溜了，跟那个七龙珠里的弗利萨一样，哎，弗利萨。时间到了，那这一局人类获得了胜利，好吧？啊，这个人类还是比较稳的，你看他不下来是吧，不下来的话在上面用榴弹也是很稳的，这也是一种啊想法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这上面，刚才上一局有点失误，放走了两个小红啊，这是很不应该的，然后最后搞母体的时候又没子弹了，这非常尴尬。那这一次好，你看母体又盯上我了，看没有，哎，这次先搞母体啊，擒贼先擒王，先把母体搞了，先搞母体啊。好，完，哎，你怎么又卡啊？这电脑又开始卡了。一卡的话，我就玩不溜了。这个准星什么的，哎呀！哎呦，给打死了啊！打死也好啊，也好啊。等他再来，他肯定还会再来的。哇，好啊，好了，恢复正常了。他这个应该就是电脑散热不好，然后每过一会儿卡一下。因为电脑一卡，我这个准星就打不准啊！哎，这母体啊，这母体，他就要死了！哎，队友打！哎，打他！打红了不要打了！这母体想跑，看没有？哎，我别跑，你给我过来啊！你给我过来！嘿，你还跟我绕！来，队友上！去！哎呀我啊，上盾好像砍他的话只掉几滴血吗？这是一个失误，他竟然上盾啊！再来，我还不信了，今天非吃死这个母体不行啊！啊，又上盾了啊！最烦这个盾，好，哎呀，啊也好，他上盾的话你搞不死他啊，这小的也想玩玩火是吧？哎，也想玩玩火，他也想玩玩火。好，那我们牺牲掉了一个血清啊，把它搞掉，这也挺划算的啊，也挺划算的。啊，后面又来一个，哎，我去，啊，跳得好远啊，低估他了啊，没事，这里，我以为没看到我啊，完了，那这一局又是没机会变英雄了，好吧，来，我们把这一段剪掉啊，把这段剪掉。好，我们直接跳到这个第九回合。刚才电脑又卡，然后我让它散了会儿热。好，那继续来这上面躲。啊，这个终结者子弹不够多呀，这个子弹要是再多一点的话，我觉得打生化应该是个神器啊。35发子弹不是很多。嘿，哎，这个劳伦，哎，这还有一个比伯。好，哎，没有把它坑掉。哎，小比伯不见了。哎，看没有，这家伙是个主宰，还是个幸存者，还是个疯魔啊，厉害啊！这我们一会儿争取把他搞掉，是吧？哎，把这样的人搞掉，这个是吧？心里，哎，我擦！哦，啊，我的啊，又没看好周围的环境啊，老是盯着一个地方看，容易忽视掉背后。好，这是一个失误啊！啊，看有没有一个人行动的，这人都学乖了，都躲一块儿。没有像我这样的作死玩家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突过去。好了，我们技能先不要放，这是可以把敌人的枪械给缴获，就是用不了武器啊。我们先放进。你看这个是阎王咆哮，看没有？哎呦我去，这么狠
啊，我还想放近点再涂呢。好好，这哥们儿算你倒霉。哎，我查，我先把他放过去了。哎呀，被两边夹击了。哎，那我们还是用疾风体啊，别的不会用，就疾风体觉得最溜了。这小加速，主要没人吗？我看花眼了。好，这里有一个，哎，这有一个，这是我的。嗯，退出游戏了吗？哇靠，好机智啊！啊，在马上就要被抓的时候退出游戏了。好，这有一个啊，这有一个。他好像没有看到我们，他没有看到，好 nice 啊，非常 nice 啊，这个时间变了绝对是非常 nice， 因为马上就要中间时刻了，哇，这个非常幸运。好，我们赶紧等待变英雄，可以变英雄了，但是先不要变，好，可以变了，用榴弹吧，把榴弹在这个地方绕一下，好。哇，可以看到这边这个队友是四星，那我们16500应该也是四星啊，不是四星就是三星，反正都一样。好，那榴弹的威力是相当大的。来，我们去上面这个地方跟他们耍身法啊，绝对很稳啊，很稳，非常稳。哎呀，榴弹英雄就是这一点比较恶心，对吧？哎，耍身法，而且这个榴弹它是有延迟的，你只要把榴弹扔出去，你就不用管了，是吧？好。啊，都没有人追过来。好了，那这一局又是获得了一次生存，不错啊，不错。好了，好，我们一会儿我们还有三回合，打完这三回，我们去看一下团战吧。大家都知道我上次发了一期团战的视频，结果发现最近团战有点水，我怀疑是不是生化打多了，然后这个打人就不行了。好了，又变武器了，可以看到这人品没谁了。哎，不要跑，客官不要走啊！哎，不要走，你都来了还想走吗 ？OK。哦，抓着赶紧变回来。哎，复活在了这个大马路上，不大安全，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。 OK， 这只要好机智啊，你看他以为我不知道啊，他以为不知道，你看这是耍小聪明是吧。哎，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个枪号有点飘啊，有点飘。好，哎，有点，哎哇，母体啊，哇，这队友六，哇靠，六啊，这队友太六了。哎呀，这母体红了，我靠！不行，我要赶紧变成人，然后变成人赶紧把这母体刀掉啊！主要是关键时候又开始卡，这上面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啊，先搞这个吧。哎，这上面有两个，好，有两个，不错。哎呀，这都能被抓，哎。被队友给抢肉了，仔细观察，因为刚复活的人是隐身的，你需要瞪大眼睛。哎，小比伯还加特林，哇哈，有想法啊！一个人拿加特林守这边。OK， 变回来以后，我们就在啊，我们也去这边。呵，看没有？这有一个小僵尸在玩啥呢？玩啥呢？哼，闪一刀，好，剁掉以后。哎呀，我血清好像没有了，啊，血清没有不要紧，是吧？没有的就等待变英雄。好，哎，哒，可以看到这个火力还是很猛的，火力射速很快，哒，就是这个枪，这个稳定性好像不是很好，而且这个准度不是很好。那我们用下这个右键，啊，右键也不是很稳，点射可能还好一些。哎，我插他，风景是个什么时候来的？我都没看到啊！啊，这从底下啊，从底下直接上来把我搂掉了。好，我们转过来再挖队友。啊，没有永远的队友，呀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嗯，在这儿啊，在这儿。好，这是一个异形，异形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搂他。好，给队友送了个助攻。那最后一个在这儿，还有十秒钟。哎呦，这是个大砍刀啊，大砍刀。来，大砍刀了不起哇！好吧，哎，大砍刀就是很了不起。好了，那这一局又是变体获胜利，然后来到第11回合，我们现在是第二名，跟第一名差多少分啊？啊，被这个挡住了，看不到，好像是后两位数是一样的啊。好吧，差100分啊，正好差100分，
一百分其实很好追啊，非常好追啊。哎呀，当我没说。变了小僵尸就不好追了，因为小僵尸加的分太少了。小僵尸抓一个人才加十分是吧？才加十分。啊，人刀僵尸刀一个就得60分。好，哎，还有看到这个 ACE， 把这个 ACE， 哎 ，nice 啊！我们把这个主宰加幸存者加这个风魔刀掉了。哎呀，顿时感觉这个，哎，这种感觉跟刀一个普通的小僵尸不一样的是吧？哎，就跟你们在这个啊，在这个游戏中是吧，遇到个王者，哎，你把王者打哭了，这种感觉是肯定不一样的。哎哎，有人在后面追我。哎呦，好猥琐呀！来，我们这去这边躲一下。这个地方也不错，这个地方也是挺好守的。啊，虽然说有两条路，但是这两条路比较长。好，来一个啊！嘿嘿，哎呦，走你！好，我砍了他了，但是没把他砍死啊，只是获得了一个这个助攻。啊，底下又来一个，穿。哎，怎么也发生了大灾变，一定要格外小心这种带绿盾的啊，带绿盾的小僵尸。来，请你吃月饼啊，请你吃月饼。当，哈，好机智啊！你看，他露个小脑袋等我过去，傻子才过去，啊，傻子才过去。哼，他耐不住寂寞了，就要来找我。啊，你这不开玩笑吗？这就要死喽！好的，哈哈，是不是？啊，跟我耍小聪明，开玩笑。啊，这把枪确实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我觉得这方有人啊，我觉得有人，他绝对有人。哎，看没有，看没有？哎，跟我耍小聪明，我最烦这种耍小聪明了。好 ，OK， 这一局好像没有母体嘛。哎呀，算了，变了，别装逼了，万一又耍砸了就不好了。好，母体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。我们榴弹的玩法还是啊，一遍榴弹英雄赶紧去这个最高点这边。耍身法，在这边的生存率大概就是很高了，没什么特殊情况，基本就死不了，除非遇到会玩的母体，然后啊挠到你，没有人跟过来。好，在这儿，好，这个时候不要怕他了，我们人多。哇！当我没说，还是很厉害的这母体。OK， 那最后坚持到最后人，生存数据加一。哎，不知不觉我们好像已经是 ACE 了，不是主宰了。好，那最后一回合看一下最后一回合的表现啊，不是最后一回合，倒数第二回合。那我们这一期做完这两回合就不做团战了，时间不允许啊，等一下呢还要去，还有课，还要上课。好，这样我们在最高处继续来最高处吸引他们的这个眼球，你看啊，有人上钩了啊，你看没有？哎，谁给我送人头的？哈哈哈。好，哎，这个队友下手太快了，难道就不能这个？啊，不跟这个人躲了，跟着躲一块抢不到人头，他老是，哎呀，我后悔了，我日啊，谢他，啊，是加藤的队友，你看，一个人根本守不住，是吧？哎，这有一个小比伯，我们悄悄的潜伏过去啊，他没有看到我，奶茶是没有看到我，哎，他在玩啥呀？玩啥呢？哎呦，这不是那个加特林的小比伯吗？挺会玩是吧？这个加特林不能这么玩，拿加特林的话要跟队友躲一块儿。好，哎，这是那个小比伯，看没有？我们接下来回来找小比伯。你还想跑是吧？哎，我完了。哎，这母体也有点晕啊，这母体有点懵逼啊，什么情况？好吧，哦，这哥们好像就是我们上一回合刀的那个主宰是吧？来找我报仇了。嗯，更新时刻即将来临，好了，没有机会了，看来是没有机会了。
OK， 那我们把直接把这回跳过了。好，来到最后一回合啊，来看最后一回合啊。嗯，这个主宰应该是能保得住啊，主宰应该是能保得住啊，跟第二名差了112分也不一定，这个东西很难说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个不错啊，这个，哎，没子弹了吧？哎呦，他好像拿刀挡了我一下，可以有想法，没红就敢挡。啊天哪，母体来了啊，母体来了，赶紧跑！哇，这个母体好像就是那个 ACE 那个主宰，我估计他会来找我报仇的。哎，我刀了一次是吧？他怀恨在心，你看没有？他冲着我就来了，哎，冲着我就，哎呦呦呦，啊，来势汹汹，忍不了啊，忍不了，我们争取把他刀掉，哈哈，找机会啊，找机会，不是不可能，打红了，打红了是吧？抓住机会一刀刀掉了，哎呀，啊，有点过了，好，这一个胖子。哎呦哎呦哎呦啊，让队友给抢人头了。哇，这个地方真是刷分的好地方。哎呦哎，我怎么感觉他能够到我是吧，感觉能够到我一样。哇哇，这分刷的可以。哎呦，我擦，哎，这是怎么过来，开加速过来的吗？啊，我一直以为后面有队友给我掩护就很安全了。啊，看来队友果然靠不住啊。哦，看一下这边有一个雷霆之怒，这边有一个这个小比伯，那我们就从这个比伯下手了。哎，从比伯下手，好好，大家没看到我，看到没看到我，哎，没看到我，一抓两是吧，哎 OK。这要干什么，发呆吗？你一句话，他在挂机是吧？啊，那你就吃我一刀吧。好，哎，挂机就没办法给我送人头。好了，终极时刻即将来临啊，我们渐渐的在变英雄。这个母体好像没看到我啊，没看到我先不变，来再躲一下。哎，赶紧变啊！哎，这个逼不能撞，好，赶紧。这个母体好像盯上我了，看没有？这母体盯上我了，果然怀恨在心啊！果然怀恨在心，我靠，看没有？就冲着我就来了。哎，我们调戏他，调戏他。哎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啊，我就这在这地方来回跳，你都搞不到我是吧？啊，你就不要说别的了。哎呦，这血掉的有点快。好，还有8秒钟啊，我看能不能坚持到最后。OK， 看样子是他放弃我了啊。那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。感谢大家观看啊，下期再见。